好，我是菲利塔依依。今天的故事是来我家啊。全心节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经上记着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款待。今天的信息是，当我邀请人来我家的时候，我就好像服侍上帝一样服侍他们。想一想，对上一次你屋企有客人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准备呢？你准备了什么来招呼他们呢？圣经当中都有很多故事是有关于邀请客人来屋企的故事。这个是阿居拉和白基拉。上帝的好帮手保罗要去世界宣告耶稣的福音。他走了很远的路。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他来到了哥林多，在那里分享上帝的福音。哥林多是一座很重要的城市的，很多人在那里住和做事的。保罗不太肯定他在哪里住好呢，做什么好呢？之后他就遇到了阿居拉和白基拉。当时罗马皇帝下令所有的犹太人要离开罗马，而阿居拉是一位犹太人。他刚刚先至搬到去哥林多冇几耐，其实阿居拉和白基拉还未定居落嚟嘅，但是他们都不想啦，家屋会不会不够靓呢？不理啦，都是邀请了保罗嚟屋企先啦。好快他们就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比其他哥林多的犹太人更加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做帐篷为业的。阿居拉和白基拉都很好客的，意思是他们很喜欢招呼人家来自己屋企做客人，他们希望来到的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不单止邀请保罗来吃晚饭，他还邀请他和自己一起住。保罗帮他们做帐篷，也都带领他们更加认识耶稣。保罗和阿居拉、白基拉一起做事和生活了一年半。阿居拉和白基拉在保罗身上学到很多关于耶稣的事迹，他们都很热心地周围分享耶稣，就好像保罗和他们分享的一样。直至有一天，他们都再次启程了，去其他的地方去到宣告耶稣的福音。他们三个人一起航行去到以弗所，保罗继续他的行程，而阿居拉和白基拉就决定要住在以弗所。在那里有一位犹太人叫阿波罗，咁巧都是那个时候移民去以弗所。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同埋他知好多关于圣经的嘢。他学了一些关于耶稣的嘢，在那里就分享给每一个人。他甚至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讲关于耶稣的道。就在那里，阿居拉和白基拉就遇到他了。好像当时在哥林多咁遇到保罗一样，他邀请他同他们一起住。他们给东西他吃，令到他住得舒舒服服，和分享耶稣的事。阿居拉和白基拉和每一位他们遇到的人都分享耶稣的福音。他们靠制造和贩卖帐篷为生，他们是很厉害的商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好客而被人记得。他们透过邀请人来家作客，去到服侍耶稣和服侍人。他们用真诚和实际的方法去到向人展示了上帝的爱。